民进党立委参选何伯文今天下午举办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也来站台相挺。赖清德大赞何伯文为了要参选立委，去年选择不参选议员非常有决心，而赖清德也对准国民党和民众党接连开炮。民进党加油！民进党加油！满满人潮前来相挺，民进党立委参选人何伯文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以及多位党内大咖都特地抽空站台。伊真有决心嘛，为了要准备参选立法委员，伊无竞选议员呢，这是冒真大的风险呢。赖清德展现母鸡拉台小鸡的气势，希望何伯文能击败现任国民党籍立委洪孟楷，夺回关键这一席。而除了新北市立委选情需要母鸡加持，赖清德更对准国民党和民众党近期爆发的争议猛烈开炮。南投的马文君对咱潜水艇国造已经三成困难了，如果还加一个中国共产党出身的，希望中国统一台湾的人来做不分区的立委，你看台湾的国家安全会危险吗？赖清德亲上火线，连轰国民党以及民众党，引来现场欢声雷动的掌声。民进党从上到下齐心协力力拼，国会过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